呀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录到吧。你现在还需要五元评论吗？这个好，这个。现在暂时不需要的是吧？暂时等一等，你先别回他。这个要录声音吗？声音有之类的有没有开啊？哦，这就是开场的话。就是露露，你要录声音吗？如果录声音的话，我们说话声音也会录进去。是不是只录游戏声音？现在已经开始录了。对，这个游戏不是，不行，只能录，不能只录游戏声音。录游戏声音的话，就把我们声音也录进去。我能只录游戏声音，如果录游戏声音，我们的声音也会被录进去的。使用方向键进行移动，看看前面有什么。到底录不录声音？不愧是最接近斗帝的强者，竟让你逃掉了一缕残魂，就让老夫送你最后一程吧。攻击虚空魔龙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回到过去，你确定不会有问题吗？